看过澳版大师赛的应该都记得那个逆天的吉姆风扇吧，把房间里的老物件用乐高来还原，美版一看有这么好的主题，我超了。母子组盯上了地上的大花地毯，他们握有免死金砖，想玩点刺激的，基友组在旁边也一通刺激。Captain Two. No, I mean, we didn't officially get this yet. We haven't won. No, they're gonna take it. No, I think we'll take it. We're thinking. Yeah.成功忽悠他们拿下地毯，大地毯起码有9×12片底板组成，算个账，一共有156000颗粒要拼，10小时完成，1秒就得拼上5颗粒，还不算设计图纸的时间，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儿子哥光是铺底板都给自己累笑了。Okay. 他们决定牺牲一点尺寸和图案，不做一模一样的了，反正有金砖干就完了。唯一的技术含量就是按砖块。最后还剩10分钟的时候，大家都跑来帮忙收尾。I don't cry a lot, but I'm just in tears at that point.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miss. Yeah, thanks. 成品意外的还不错，但他们还是上交金砖，买了份保险。如果单纯看作是一个地毯作品，那没啥好挑的。但毕竟这是一场1:1还原的比赛，而他们的成品缩水了一半，图案也不一样。Do you think that you would be able to fool our special guest? Absolutely not. Okay. 怎么没见基友组来帮忙？因为他们忽悠完母子组也没放过自己。细金哥一如既往的热爱强调自己的存在感，选择了同样存在感很强的办公椅。淡定哥没拦住，谁能说得过他啊？他们野心很大，办公椅比他们野心还大。他们越拼越觉得这是搬起办公椅砸自己的脚，借力回旋了。Oh, damn, bro. 拉到一半，主持人还带来了一个惊喜。There's a twist. Oh my god.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With a very special guest. After you place your builds back in my office, they'll stand where I'm standing and try to determine what is real and what is brick.这下好了，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因为他们选择的砖块不是暗红，而是大红色。就算外形再还原，摆在这间复古色调的办公室里，颜色也很容易穿帮。不过比起颜色，他们更该担心的是椅座和气杆连接的问题。好在最后一刻完成了。Yes! 1秒都没多剩，成品除了哪哪都不像，其他问题不大，尺寸确实做到了还原，也加入了一些皮纹的设计，造型过了评委这一关。不过评委这关过了，嘉宾找茬环节能过吗？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fool our special guest? Not a chance. This will be the very first thing that they spot. 下期 could do a fan.用乐高替换掉屋子里的物品能被发现几个？最大的两个已经被选走，剩下的都是小东西了。要知道澳版的电风扇是封神的程度，姐妹组路过风扇，悠悠留下一句 Could do a fan， 然后反手选了复古照相机，所有组里最小的模型，他们想着挑个最小的，好好抠抠细节，惊艳全场。好心态果然决定女人一生，他们搭的悠哉悠哉，最终成品却不尽人意。既然模型小，那么对细节还原的要求就会更高，而他们的细节不用近看就能看出许多瑕疵，十小时的时间足够再打磨打磨了。 That it's small makes us notice the flaws much more. Particularly is this tube on the side that's standing out to me. I think when I look at the original camera, I almost don't even notice it. 妈妈组打算挑战自己，挑了章鱼哥的黑管。黑管的细节很多，妈妈们运用了 NPU 拼搭法 ，Nice Parts Usage， 意思是把意想不到的零件运用进来，比如翅膀和鱼，让他们在视觉上完美融入建筑。他们甚至把黑管拆了，1:1复刻，有点像彦祖和龙叔在屋顶上那段。最终的成品可以说是他们搭过的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个了，还原度很高，评委也夸了他们的 NPU 小巧思，只有细看才能看出鱼和老鼠的零件融合的非常好，远看相似度妥妥够了。兄妹组没有纠结太久，拿了天文望远镜就跑。对于只擅长粗线条拼搭的他们，天文望远镜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支架完成的很顺利。最大的挑战就是顶部的寻星镜和外壳的去颗粒化。It's round, it should be pretty smooth. 最后的成品获得了评委的赞赏。This is the model we've been hoping to see from you. 望远镜有许多曲线，这些地方他们都处理的不错，寻星镜的还原度更是在意料外。看来这次淘汰轮不到他们了。Thank you. 下期。乐高冒险地图挑战最终篇，六块地图合体后，最扎眼的不是胡子哥的狗头，而是虎头。短发小哥组拿到的是丛林板块，他们决定放弃机械，专注造型，做一个大老虎神庙，复刻冒险片中的经典丛林套路，吊桥、陷阱、插满毛的墙。That's a target head in the middle of the jungle. 可惜动物造型是乐高永恒的难题，主角虎头的气质稍微有点跑偏，但12个小时的打磨后，勉强算救回来了。We got jungle.
冒险者穿过危险的老虎丛林，巨大的神庙坐落在顶空，下方的勇士们穿过带毛的墙，摇晃的吊桥被老虎追赶，在人仔视角上只露出头顶的虎口反而看起来更加霸气，这个画面绝对称得上全场构图最佳。厄运组因诅咒砖块，所以前五分钟不能动，只能看到其他选手把好地形都抢走，只给他们剩下了一块高地。想放机械得搭个活物，和高地有关的活物那就是苏格兰高地的尼斯湖水怪了。一群缺德的村民正在偷尼斯湖水怪的蛋，冒险者路过，一把火破坏了偷蛋机器，深藏功与名。水怪尾部的蠕动处用了凸轮结构，四边形结构让水怪在身体倾斜的时候可以张开嘴。这一期比较拉胯的是情侣组和妈妈组，触手怪在节目里出镜频率太高了，小情侣的海怪章鱼在造型上也没能突出重围，但他们的船做的确实不错，还有妈妈组的冰霜女巫，只能说庆幸这不是淘汰赛吧。没想到最后评委更青睐短发小哥的丛林虎头，以完美的构图和场景融合拿下了冠军和下一期的豁免权，下一期切一半挑战。今天的挑战叫切一半，每季的传统一能题，选手们只拿走半件东西，用乐高复原另一半，时间只有 10 hours. The lucky time starts now. Go for it. That's my body. That's my body. 胡子哥选择了最难的半和录音机，这一下子没法做他们最擅长的动物了，而且录音机的想象空间实在有限，霎时间胡子哥有点束手无策，但摆弄了十分钟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谁说录音机一定要摆桌上呢？他们把录音机倒过来后灵光乍现，做成录音机在爆炸中摔倒在地上，火花炸成音符喷涌而出的场景，这个创意的抽象程度让人不禁对三冠王胡子哥的技术能力都捏了把汗。为了做出散架融花的感觉，他们用浅色的砖块做出瀑布和云朵，巧妙的零件拼搭出各种各样的迷你乐器，看着令人舒适的音符形状，录音机坠落在地上，迸发出了一场音乐元素的狂欢。吉他、架子鼓、键盘、磁带、小提琴，欣赏他们的作品时经常会忘记这是用乐高做的，难以说清其中的美学逻辑，但视觉上就是达成了和谐，绝对是能载入乐高大使历史十强的作品，搞得比官方套装还好看，简直和第一季封神的半个小提琴有的一拼。而这样的作品对他们来说也才游刃有余，很难不怀疑他们表现出的压力只是为了尊重对手，强烈谴责胡子哥的这种满级刷新手村的行为。下一期录音机强归强，但还真有能抗衡的作品。12个小时，无限数量的乐高砖，一块抢到的底板。这次的比赛给这些真正玩乐高的大师们提供了充分秀操作的机会。隔壁胡子哥的挥臂狗头稳坐十万多赞的情况下，其他组还有异军突起的机会吗？长发小哥拿到的是地中海，选择很明显了，就他曾经的地中海霸主古罗马。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对于乐高大师来说，半天就行。秉承着谁模型不会动谁尴尬的想法，几个实力相近的头部队伍都掏出了自己的机械组。长发小哥想做一个从神庙里冲出来的牛头人。他们在牛和门之间做了一个简单的联动装置，就像布谷鸟钟一样。评委让他们看看隔壁的大狗头。That's what you're up against. Yeah. 虽然他们攻克了机械组难题，但一个小牛头人根本不够看。Why not have another one that's terroriz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 Cyclops.剩下一个小时里，他们用上了单身多年的手速，拼出了个独眼巨人。冒险者开着越野车路过古罗马集市，正当冒险者发现独眼巨人时，一边的牛头人从神庙冲了出来，和旁边的独眼巨人一起攻向冒险家。独眼巨人身上还背着一只小烧鸡。Do you have a little piece that you're proudest of in there, Scotty? I kind of like the bathhouse. He's peeing in the bath. 黄色透明砖用得很还原，果然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评委也夸赞他们最后逼着自己增加巨人角色，才是提升整个作品的关键。Well done, guys. Great job, guys. Getting the praise from Bookman is just a massive boost of confidence. Yeah. Happy as.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冠军还在下一期呢。